近日备受瞩目的青年演员歌手王一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令人期待的预告，宣布他的新角色魏若来即将登场。这一消息立即引发了广大粉丝和观众的热烈讨论和期待。王一博作为当代娱乐圈的佼佼者，以其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他不仅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传递正能量，因此他的每一个新角色都备受关注。而这次预告中的魏若来更是引发了大家的无限遐想。据悉，魏若来是王一博即将出演的一部新剧中的重要角色，虽然目前关于剧情的具体细节还没有透露太多，但从预告中可以看出，魏若来这个角色似乎有着复杂的性格和命运。他或许是一个身世沉迷的人物，或许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和磨砺，最终成为了故事中的关键角色。王一博在预告中展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形象，他的眼神深邃而坚定，透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魅力。他的表演风格也似乎有所突破，更加成熟和内敛，这使得观众们对魏若来这个角色充满了期待，想要一睹他在剧中的风采。随着预告的发布，网友们纷纷留言表达了对王一博新角色的期待和祝福。他们纷纷表示相信王一博能够凭借出色的演技将魏若来这个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和心灵的盛宴。王一博预告魏若来即将登场的消息不仅引发了粉丝们的热烈讨论，也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他们纷纷表示王一博作为一位优秀的演员，每一次的表演都能够给观众带来惊喜和感动，相信这次他也将凭借魏若来这个角色再次证明自己的实力。总之，王一博预告魏若来即将登场，不仅引发了广大粉丝和观众的期待，也展现了他在演艺事业上的不断突破和进步。我们期待着新篇章的开启，相信王一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和感动。